家好，我是阿辉。大家都以为我是特效师，其实不是。看，那是我的私人飞机。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我的车库。走，这是大黄蜂，大家都认识。导演，来背个灯。好，取完吧。两台是我爸的，一台平时拉货用，一台平时开。这是我妹的摩托车和我妈的小电驴，当然还有我的重量级收藏。反浩克装甲，帅不帅？安排了，其实我就是。